你们几人居然有这么有效，这么原始的沟通方式啊！你刚刚的哦哦哦跟他嚎什么了？我嚎的事儿，殿下虽然我进不去，但是我对你一定会不离不弃。如果我也这样哦哦哦我跟他嚎，那他能不能听出来是我的声音啊？你先告诉我你要嚎什么。我想想啊，我想想，我想想，我要跟他说，我也在此，誓死不离。虽然弱小，但是绝对不会抛下你不管的。还有啊，韩正，谢谢你救了我，我一定会救你。好大胆的女欺人，竟然跟老李的情郎嚎这么直白的话！哎呀，这么不害臊，我听不下去了，我听不下去了。这个苏九儿，她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嚎的什么意思啊？ 这前人女子脸皮薄，我若是告诉她，她把我等你，号称我要你，她不会羞得一头撞死吧？这么个嚎法，可真是要了命了。